大家好，我是大海。今天呢，我跟我妈我俩呀，去上山采野花。因为每年到这个5月份这个季节呀，我家那个山上就大兴安岭的山脉上，长一种花，它叫兴安杜鹃花，它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每年呢，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，我妈她都上山去采点，采点以后啊，她回来她泡水喝。今天外面有点阴天哈，完了一会儿去之前呢，我先让大家看看。我们当地就是5月份的风景是啥样的哈？我领大家上河边看看。那个我妈吧，现在呢穿水靴子，还得穿那个就是上山采东西的裤子，因为我们当地山上啊有一种蜱虫，妈那个蜱虫它叫啥了？叫草爬子。那个草爬子一旦要是把别人人，就死人了，要把人盯上了以后呢，它就能死人。所以说的话，完了我妈都是把这个靴子口啊全部给扎上。对，扎完了以后呢，完了一会儿还得拿个方便袋戴手套，然后我俩就上山就去采去了。因为它那个草爬子吧，虫子一旦落到靴子里以后，它就往上钻。完了一会儿领大家看看穿我们，那羽绒袜子。对，领大家看看就我们当地的风景啊。一会儿我妈就上那屋去换衣服去了，两个腿已经，裤腿已经全部都系上穿了。个上衣。我妈上后屋去换衣服去了，一会儿咱们出发。这个是鱼叔昨天晚上采回来的桦树蓉，这个桦树蓉啊，它是桦树上长的一种菌，它是降血脂、血糖、血压的。这个东西呢是泡水煮水喝的，这个白颜色的是树皮，到时候泡水之前给它一揭，它就揭下来了。这一大箱子呢是呼伦贝尔的全肉肠，这是我昨天晚上刚拉回来的，就是刚做出来的。这个呼伦贝尔全肉肠呢，就是我家乡特色肠。这个肠呢，它是1斤3根，都已经腰好了哈。这个重量是只多不少。这个都是熟的了，打开盖儿以后啊，完了直接就吃的。这个肉肠挺好吃的，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。大家看看啊，看我妈现在穿的有多多哈。我还穿着棉裤，我妈穿棉裤呢。薄棉裤。领大家先上我们这个镇上的河边来看看啊，看看冬天的时候这个冰到底有多厚，大家看见了吗？那边，应该有2米左右啊。但是现在吧，虽然说这个冰还没有化，但是山上这些植物啊已经春暖花开了哈。一会儿咱们上山看看，这得冻多厚的，得多多水能冻这么厚。我家乡这个地方吧，没有污染，大家看看这河里面多清净，这里面有很多冷水鱼。这个地方捕鱼吧，一般都是晚上，但是白天也有。白天吧，必须得给一个平静的地方才能有，像这种非常急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我家乡这个地方吧，它是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阴天呐。我先等一等哈，等到那个天晴了以后。然后我跟我妈，我俩再上山，我怕她半路下雨，说下就下呀，这个地方说晴也快。我们已经到地方了，现在呢开始往山里走。我让大家看看，这个杜鹃花是啥样的啊？兴安杜鹃。我家乡这个地方吧，一年冷8个月哈，完了大家刚才也看见那个河里面全是冰，但是山上这个植物啊，都开花了哈。所以说，也离远看嘛，就是山感觉是乌秃秃的；倒是离近看呢，完了它还什么东西都开了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，这不是杜鹃花吗？我妈就采这个，这一片一片就全是。我妈说这还有一个花，这个花叫耗子花。哎呀，大家看看耗子花。哎呀，这一片就全是，妈给这采吧，不知道这是拿这个视频拍的真不真哈，让大家看见了吗？这全是花，看看，这个直接薅下来就可以吃，看我吃一个啊，甜的，看我妈怎么采呢？你要不采，你没戴手套，你离远点嘛，你嗯，草爬子。
跟大家说一声哈，就是采这个花的时候呢，它都有草耙子，这个草耙子吧就喜欢在这个花这块待着，所以说我们当地人没人愿意就来采它，因为它冒风险。但是我妈吧喝这个花，妈你喝了有多少年了？喝了有30年，很早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就无意之中看了一本那个古书发现的，它这个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营养价值，就是治疗价值，主要就是这个杆。看我妈喝了有30年了，每年都喝这个花。但是这个花吧，它有两个原因，一吧是当地人没人采，完了有草耙子；第二吧，这一斤采这一斤的花，这采老长时间了，因为采完了的话得晒干嘛，那一斤就有那么大一大方便袋子，采这个也挺费劲。还有一个地方找草耙子遭的不少。还有哪个地方？就是蕨菜。蕨菜谁都不敢去采去，咱山上蕨菜有的是，说两天。那黄花菜好像它也招。完了，那个呢，还有一个就是黄花菜招草耙。就我妈说了，这个有草耙子最多的地方呢，还有一个是蕨菜，还有一个是黄花菜，就是有那种菜的地方，草耙子它也多。就是说的那个身上粘了老多个了，完了那人反正还没事，反正上牙个十里去看去。嗯。我们已经给到家了啊，要我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看这个花是怎么喝的。妈还得往里放点叶儿。对，主要叶和花。啊，叶和花。反正他们当地没人喝。那个我姥吧，之前活了105岁，他去世的。每年呢，这个季节呢，我姥他都喝一个月，都是我妈上山给采的。完了，我妈也喝，也喝一个月。能喝一个月，这能喝新鲜的，这不能晾干。对，我姥是105，我妈快70了。天天喝这些。天天就喝这些东西。我估计也能大点声。看看这花。妈得泡多长时间？正常泡1小时。我妈说得泡1小时。咱们看看漂亮吗？这花。先泡一会儿。我尝尝什么味道啊？哎呀，妈这挺香的，妈这个。啊。你姥喝了25年。哎呀。30年。这挺好喝的。这全是树的清香味儿。我先上快递去送货啊，然后呢，咱们明天再见。好。